们要玩姐妹默契大挑战。妈妈说一个字，然后你们两个组词一起说出来啊，不许作弊好不好？好。如果说的不一致的话，没笔啊，给你画大猫咪。好了，听好了，第一个字大，一二三，说。大小。你说什么？说不出来。重新开始啊。嗯。预备，开始。第一个字小，一二三，说。小大小。咦，胖胖的，咦，草，一二三，小草，来吧，来来来来，看你们姐妹默契啊！我估计咱俩玩也玩不成。第三个字，亮。三二一，说亮闪啥？亮闪闪的亮闪。你说的啥？我也是说亮闪亮闪的闪。好吧，这个算你们对啊。看，三二一，看电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俩的默契在哪？你们俩的默契呢？来吧，小花猫。哈哈哈！这儿你的。一二三，说妈妈吃胖，来吧你。不是胖妈妈，一会儿就成小花猫了。放，三二一，说放屁，放屁，哈哈哈哈哈，说的你别放屁，来吧，彤彤。给你画一个大花猫，怎么样？我说吧，你们的姐妹默契彻底失败。看一下小朋友们，胖彤彤的小花猫。